来啦，万众期待的新地图 NUSA 终于上线了。NUSA 地图是目前最小的地图，仅1x1km。地图虽小，更新的内容可不少，不止新增了枪械，还包括一把能和地图有许多互动的战术弩。点燃茅草屋，修复滑索都没问题。提到地图互动 ，NUSA 可说是处处藏惊喜，点哪层到哪层的电梯。有恢复效果的泳池，快速移动的滑索，野外的物资宝箱都能帮助制定更好的战术，击败对手。就算不小心遭对手淘汰，也不用沮丧。NUSA的超级召回机制，助你重返战场，节奏更快，地图更小，加速上分体验。好了，更多内容请自己上线体验吧。祝大家场场得高分，次次都吃鸡。新地图将在9月13日正式推出，敬请期待。